7月31号，有网友在新加坡机场偶遇郑恺与一名神秘女子，该网友还表示女方脸很好看。当天郑恺身穿一身黑色装扮，戴着帽子，脚踩帆布鞋，十分休闲时尚，但并没有戴墨镜和口罩。女方乖巧地站在郑恺身后，身穿白色 T 恤搭配橘色休闲裤，和郑恺戴着一黑一白的情侣鸭舌帽，口罩遮面包裹严实。据悉，此前郑恺与前女友程小月的恋情一直备受网友关注，不过两人最终也以分手告终。而这次被拍到疑似新恋情曝光，当事人穆庆安也没有出来回应。不过当时郑恺不仅大方地让路人拍照，还给网友签了名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，也祝福两人这次旅途愉快，玩得开心哟。等到新闻，两人好甜蜜呀，就等当事人回应啦。好的。